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没有人比我更懂双标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女生生气，男生必须哄。男生生气，他比你还气。你哄哄我怎么了？我不想听你讲道理，我就是想看看你什么态度。哦。女生可以因为追剧不理男生，男生不可以因为打游戏不理女生。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？你变了，你不爱我了。哦。吵架后，男生不说话是冷暴力，女生不说话是想冷静一下。你怎么不说话？都是我无理取闹，行了吧？你别说话了，我想冷静下。哦。女生偷拍男生叫花痴，男生偷拍女生叫。男生偷拍女生叫。变态流氓，恶心，呸。哦。女生开车是可爱，男生开车是。男生开车是。下流流氓，恶心，呸。哦。女生可以有男闺蜜，男生不能有女闺蜜。我跟闺蜜是纯洁友谊，你跟闺蜜肯定有问题。哦。女生看男生手机是为了安全感，男生看女生手机是侵犯隐私。我喜欢的明星来 B 站可以欢迎，我讨厌的明星来 B 站小破站变味了。今天太美，不会说话的男生死直男，会说话的男生花言巧语呸渣男，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哦。当你关注其他阿婆猪，这有啥好关注的？当你关注我，有眼光嘿嘿嘿，都看到第7集了，你怎么还不点关注？嘤嘤嘤嘤嘤嘤。